如何抵达旗舰店？若是从 Mercedes-Benz 方向过来，请靠右边并 U-turn 到对面的大马路。若是直接从 Sungai Lu 过来，直到左手边看到 Magic Blue 以后，在第一个路口转左，再转右，左边先路过 Half Sing Line， 再来经过一家猫咖啡店，一直走到最尾端，就会看到我们的接送区了。如何下停车场？一圈转一圈回到前面的猫咖啡店，再往前点右方就会看到我们的 Life Care 停车场，一直下到地下一楼就到我们停车场啦。我们停车场会有很多的指示牌，会指引您来到我们的 Lobby， 或者会看到门口上有电梯的符号，请直接按下电梯上到 Level 1， 一出来就会看到我们了。若电梯上来看到的是一排店铺及小花园，远远一望过去，只要看到一直悬挂在墙上的木鱼，洁白又配上绿色点缀的环境，那就是